大哥，再见啊，大哥，有事打电话，大哥啊，大哥，再见。老四，你这流水席面还打算吃下去啊？那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哥们儿，哥，你听大哥一句话行不行？别跟这帮人混在一块儿了，咱别弄抓不着鱼，弄一身腥啊。老话说的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啊，你说你跟这帮人混在一块儿，你说咱好好走一条正道，越走越宽敞，比什么不好？不是，你跟这帮人混在一块儿，你说你见着警察，你心里不哆嗦呀？你，老四，人眼前的道多吗？不多，就两条。可走哪条那是一闪念的事儿。你可千万不能，你听大哥把话说完，你千万不能再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你来，你来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跟你说话。我怕你打我，我不打你。你说话算话。嗯。来，你不许动手啊！不动。你听大哥的话。老四，你这么嚷嚷，你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我是从里头出来的啊？金凤，金凤，回来了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瞧瞧瞧瞧，哎，我画的啊。这个在天院做比翼鸟，在地院做连理枝，这就是你跟我。我没画，看不懂。你看不懂不要紧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看，在天院做比翼鸟呢，就是咱俩呢，就是天上的这对鸟啊，要飞都飞，要停就都停。哎呦，做什么鸟？人还没做够呢，我也没翅膀。你呀，还是找那个愿意给你变鸟或者是变什么花的人吧。说什么呢你？来来看，来。哎你赶快走吧，我这忙着呢，别捣乱了啊！来来来，你赶快。不是，你等等会儿，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这屋里热，你给闷坏了。不是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姐夫，你跟我说句实话啊，这当初我在医院的时候，你跟我说那些什么目的啊？啊？目的我没目的。哎，那你没目的，你干什么呢你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让我死不了活受罪啊你啊？我干什么呀我？啊，你听好了。不管我以前说过什么，我现在变心了。你现在变心了？对。那你是那时候骗我呢，还是现在骗我呢？我那时候骗你呢，我现在一千个、一万个说的都是真话。那不对呀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没完没了？我没明白，我在哪儿走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不可能，你又骗我呢！你，行了，甭跟我说这些啊！来来，看我画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干嘛呢？出去！真急呀你啊！出不出去？天天打人啊！咋了呢？我什么？我怕你啊！你打啊！我怕你吗？扯淡呢！你不干什么呢？你们干嘛呢？你我干什么？我们吵架关你什么事？边儿站！怎么的呢？你想怎么着？怎么的呢？你还想怎么着？找打呢是不是你？对，老四，是不是找打呢你？老四，老四，我不怕你。滚蛋！别干了！你打！你打！撒手！哎，老四，滚蛋！老四，打我！打死！打死！老四，脾气不好，快走啊！你们撒手！撒手！撒手啊你！你有病啊你！你拉我干什么你？啊！你拉我干什么？他们是两个人，你动手你要。他们两个人，你拉住我，让我挨他们打呀你？啊！要不是你拉着我，早把他们打趴下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干嘛你？你抱着我想让他们揍我你？你有病啊你！四儿，你听哥哥说，你不能再打架了，你也不能再跟那些流氓混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刚出来，你可不能再进去了，你再进去就是二进宫。你再说这话，我揍你，我揍你，你信不信？啊！我是你大哥。你少跟着我，你少跟着我，
你要再跟着我，我揍你！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是你大哥，我管你，我不应该吗？我是你大哥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老三还真想跟我谈恋爱啊，没完没了的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他最后什么梦想破灭可别怪我，倒是在寻了死。哎，装听不见，你怎么回事？呀，你遇见劫匪了？大爷，你说的，大哥。来，冰块，夫妇，啊，真是的，你说，啊，真让我说准了，这是见着外伤了。行，大哥，明儿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拿擀面杖去，我就不信咱们教育不了他。要去你去啊，我可不去了。喂，行，你甭去，啊，我跟我二哥一起去，啊。都不分大小王了，你说哪有弟弟出手打哥的？大哥，我打过你吗？没有。三儿，嗯，你听大哥一句话啊，嗯，哎，你可真不能去啊！哦嚯，疼！你，哎呦，我忍着点，忍着点啊！这不能听你的啊，教育他，咱哥仨都有责任。你说他可真不会来找咱吧？他要不找咱，跟二秃子打听咱家地址干嘛？那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想他也不会把咱怎么着吧？你想，他为咱俩事儿蹲大狱，咱连去看都没去看人一眼，这小子出来，能饶了咱俩？那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咱们主动去找找他。我上哪儿找他去？那你总得想个办法呀，就这么干等着？想什么办法？听天由命吧。该不会是他吧？乌鸦嘴。安子，快点，把孩子抱进屋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别出来啊！去，孩宝，去。大哥，你来了。在里屋陪孩子写作业呢。你有孩子了？啊？哎，那行，那咱们就在这儿说。孙大哥，我给您沏茶去啊。别忙了。
你胖了啊？胖了。大哥，我知道自己对不住你，也知道你记恨我。你要有什么气儿啊，你就撒出来。当年为了兰子，惹了那么大件事儿，您是顶着大雷蹲大狱，这份恩情啊，我们两口子心里都明白，这辈子啊也还不清。我不是不想去看你，那时候孩子太小，兰子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就忙活他们娘俩了。大哥，不说别的，大哥，你刚出来，处处都用钱，这5万，是我跟兰子这些年的积蓄，没别的意思，你要大仁大义放过我们，您就收着。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5万块，你进去蹲10年怎么样？要不然这样，我再给你加5万块，你把你儿子给我。我，这才是用的。先坐这儿喽。小青，小青，哎呀，孩子，吓着你了没有？干什么呢？你说你，哎呀，你赶快走吧！我哪儿走啊？你说我来了，你倒把门关上了你。你别捣乱，我忙着呢。不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说了，让你好好想想吗？想什么呀？啊、我不用想。不是你怎么？你开开门，来来来，你出来说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啊？你说我在医院的时候你招我，我现在活了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来开开门。对、啊、我后悔了，哎，我真后悔了，你赶快走吧。你说说我听不见，你出来说，让我进去来。你在这儿会报警了。报什么警？快开开吧，快点来来来开门，让我进去，快点。你还锁上了，你来劲儿了，你是不是？你开不开？开不开？不开我踹了我。我踹了啊，真踹了。我踹了啊。踹我。第一回我不敢啊。开不开？三儿。哎，三儿，你开，你开门，开门，你三儿，怎么回事你啊？你出来跟我说清楚，你，
不是你踹人家门，那你甭管我。是你说大白天的让街坊邻居看见，人一个姑娘，你咋不是欺负人家吗？啊，走走走，他啥意思？你别管我，说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怎么了？我跟他谈恋爱呢。左邻右舍怎么了？左邻右舍管着我谈恋爱吗？三儿，谈恋爱不得慢慢谈吗？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不能勉强，恋爱是不能勉强。谁勉强他了？谁勉强他了？是不是他主动找的我？你说说，当初是不是主动找的我？行，咱别提当初，就说现在啊，这恋爱它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，长着呢，长着呢。什么长着呢？行行，那当初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听大哥话，听大哥话。我去找他，我跟他说说去。哎，三什么呀他呀？听话，他什么意思他？回家吃药，该吃药了啊。经理，肖总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们老给咱们打电话，您是怎么想的？是不是催着签合同？是，那姓王的吧？对，是他。上赶着不是买卖，那姓王的说话有点不靠谱，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还惦记他呢。行，没问题，这事儿啊我安排。那不是小坏蛋吗？哎，先看清楚了再下去。他怎么成这样了？出来以后啊，改不了赌的毛病，把钱全扔赌桌上了，又沾上吸粉了，欠人一屁股债。你就没帮帮他？我没少帮他，我要不帮着他，他那条腿也得瘸。怎么着，还想见他吗？叫我呀，什么事儿？你少跟我装糊涂啊！
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怎么就装糊涂了呢？那行，我话说在前头了，你们家老三再来找我，我可就不客气了啊！我就跟他明说，说是你花钱让我上的医院。哎呀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你帮帮忙，帮帮忙。还不帮忙呢？就是因为帮忙惹这身烂事儿，下回我可不客气了。别介呀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是不是？啊？哎，对了，金凤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答应过。答应你怎么了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我不是咬着牙没跟你说穿帮吗？你也是，早就应该回家跟你家老三交个底了。是，真是的，把我们家门都快踹破了，下回我就报警。别介，别介，你这么着，我回去劝劝他，啊，让他慢慢死了这份心，别再来找你了，行了吧？真是够耐心的了。对对对对，那好心眼不能这么好心眼吧？是，你好心眼，金凤，你真是一好心眼。我这。金凤，你没对象吧？你有对象吗？问得着吗？啊，对对，我问不着，问不着。你看你一个人吧，在这儿立脚也真是不容易，是吧？咱街坊邻居的，这不得需要帮个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有用得着大哥的时候，你打个电话，用车打个电话。啊，行了行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走了啊。你打电话接啊？接接。啊，赵源，目前呢，保安队长这块呢是个空缺，因为他们昨天刚跟我说过，好像要调整一下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。工资嘛，好像一个月是3000，一会儿我再问问他们，你考虑考虑。对不起啊，喂，哪儿的会啊？赈灾，市里的领导都去啊？那市里领导都去，我能不去吗？哎哎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不起啊。目前公司呢，大概有30多个保安，保安队长主要负责监控这块，监控这块啊，技术含量不高，主要就是电脑。电脑也好学。对不起。喂。哎，华东地区的形象代言人，这你们定就行了。主要就是年轻、漂亮、健康、有活力。对对对，有亲和力。对对对对，你们定吧。啊，资金不成问题。嗯，好。大海啊，怎么了？这是碰见劫道的了？报警没有啊？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劫道的我没碰着，我劫道来着。你劫道来的？这一看就是没得手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队长让你给回电话呢，打你手机怎么也不接呀？我敢接吗？我，他让我交份子钱，我哪儿交去这份子钱啊？不是，我说这都过去2-3年了，你怎么还没还上？哎，跟你说实话，人倒是活着呢，可是现在天天得吃药，天天得营养，每个月那钱花的跟流水似的。小福子，听我一句话，千万别借人钱，借了人家钱呢，你这脑袋上就顶了一座山。我知道，压得你现在这气儿还没喘上来呢。别着急啊，我不催你还我钱。你这是不催我吗？你这变着法的催我呢，这是。我这不也急着结婚呢吗？啊，你都要结婚了？嘿，在我眼里你还是一孩子呢。孩子，我都27了，哥哥。27了？对啊。27结婚也早点，你听我说啊，晚点结婚没坏处。行了，哥哥，我不催你还我钱啊，这婚呀，我该结我还得结，要不谁给我们家孩子当爸爸？就这么点责任，我还准备负责到底了。走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老总，您回来了，您那位老朋友他已经走了。哦，走了是吧？对，他让服务员转告您说不用找他了。
哎，对了，给他那钱他拿走了吗？哦，在店呢，他让我还给你。真够拧。哎，走就走吧，反正现在人家有的亲大哥呢，你去吧。给我。哎呦，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弟弟，凭什么老让我一个人去找啊？啊！打死我了这！哎呀，轮也该轮着别人了啊。那我也不敢去啊。你不是说过吗？这事儿搁我，早把我打死了。怎么着？你们俩不去，让我找去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不去。我还是那话，就是一地雷，我不用手拖着。嘿，我说，呵。真疼啊，这个！哎，你想想，那是不是你弟弟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不冲别的，就冲着他救过老三的命，咱得认这事儿吧？认不认？该不该手？既然是咱亲兄弟，咱不能让他再回到监狱里头去。你愿意找你找去，没人拦着你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这是因为老四不在这儿，我得说道说道你们这哥俩。瞧你们这俩当哥哥的，啊，有你们这样当哥哥的吗？就说我这大哥没本事，我没能耐，我找去了，我让他给打成这样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呢，还是哥哥吗？我好歹我对得起这大哥这名分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明儿我不找了，轮也该轮着你们俩了。想想啊，是不是亲兄弟？是亲兄弟就该去找。我们想，我们不想，人家不愿意在这儿待着，非得劝着人家，非得圈着啊，不让走。人家走那是人自由，十年大刑就没了自由了。这啊，接茬回家给圈起来了。你以为你谁啊？你以为你警察？你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凭咱是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，他是咱亲弟弟，凭他救过咱老三的命，咱不能咬住了说就说没这事儿吧？老三，你自个儿表个态。表态就表态，什么了不起的？我都死过一回的人了，还怕再死一次我呀？哎呦喂，真是的！你说他怎么变成孤儿了？你说，又娘养没娘教育的，你说。你这骂谁呢？你骂谁呢？我妈收养他的人呢，我骂我那个赵文博大夫呢，还大夫呢，狗屎他！行了行，我也表个态啊，我不是不认这个弟弟，也不是不想让他回家，我工地忙着呢，没工夫找。行。不是没工夫找吗？那咱就等，天上掉什么咱接什么。天上掉什么接什么？那可不是吗？啊，那我问你，怎么接啊？拿什么接啊？哼，怎么接也得接啊。他是咱老四，是咱亲弟弟，这个你得认吧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认，他就在这个世上，早晚不得回来吗？咱这四个呀，就是一锅盖给闷锅里了。不接呀，行，你有本事你跑天外，你别回来。完了，二哥，无路可逃了。哼，这还不怨他，都怨你。是是，都怨我，都怨我。我知道你恨我这，是不是？我怕什么呀？我还什么也不怕。告诉你，老二，我没家没业的，我还就剩一抽屉债。我什么都不怕，恨我你，你恨不得我让他打死了呢。听你这意思，合着你们都不怕，就我怕是吧？我还告诉你了，我老二也是在外头混的，啊，单打独斗到现在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写那个怕字。哼，你还别哼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敢跟我呲牙，我抡圆了大嘴巴，我撤他。我是他二哥，他还能把我杀了呀？哎，二哥，你现在就去找他。我找他？没死他我回家歇着去。
咱们在外头飘着。哎，大哥，这咋办呢？这，啊？咋办？咋办？你说咋办？还得找呗。你们都装孙子不去，那我得去啊。谁让我是这家老大的？哎呦，那明儿我跟你去得。您不用去啊，你在家装孙子得了，我自个儿去。不是我得去，我在家我吃什么我喝什么呀，对不对？你走哪儿我跟哪儿。你是为这个呀？哎，我扶你。哎哎哎呀，哎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哎，同志，同志，醒醒！你怎么跑这儿睡一晚上呢？身份证呢？本地的。你本地的怎么跑这儿睡一晚上呢？回家睡啊！你看这天都亮了，回家吧啊！回家吧。大哥，站着老可不行啊！比大海捞针还难呢，想想辙吧。想什么辙啊？没辙。那也不能满大街这么扫啊！你有多少油啊？啊，你不交份儿钱了你？那咱就边走边找呗。你就在坐在旁边，眼睛瞪大点啊！别一天光老想着吃吃吃。哎呦喂，我跟你住了一天了，就吃一汉堡。我是一病人，我连鸡蛋羹蛋白粉我都放弃了。哎，有辙。什么辙？找警察呀。找警察行吗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哪儿啊？你走吧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。你别说。你们这事儿啊，还真把我给难着了。哎，对，是难是难，这我们知道。要不难，不就不求你们警察了吗？啊，你说这于大水他也没有失踪，这我们也不能因为找他就立案啊。我怎么跟我们领导请示汇报啊？嗨，这不用立案，不用立案，我们就是想请你们帮着看着点儿。这不到处都是你们的巡逻车吗？你看总比我们哥俩去找强多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们也是对社会负责任嘛。万一我这四弟……再跟什么坏人混到一起，再干出一些不该干的一些事情，那不还得麻烦你去抓他吗？你想啊，抓他合适，你还是去找他合适啊？你这么一说吧，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哈。那本来就这么个理儿嘛，不是？哎，你这这么能说，你怎么没当那播音员去？行，这事啊，我帮你忙啊。一会儿呢，我就跟幺零说一下，让他们帮忙看着去。哎呦喂，还哎呦，谢谢谢谢啊，哥，这还是人民警察贴人民呢，谢谢谢谢啊，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了。行了，哎好，赶快找人去吧。好嘞好嘞，哎好，哥，走吧走吧，哎哎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谢谢。阿姨，给您的面包。小姑娘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好，阿姨再见。叔叔，买面包啊！叔叔，这种面包最好吃了，有巧克力的和奶油的。最便宜的是那种？哦，最便宜的是这种面包，2块钱一个。2块钱？对。2块钱啊？对呀。大人呢？就没大人吗？哦，我爸爸出去了，让我临时订会儿。我这差1毛钱行不行？就1毛钱。不行，叔叔，我真的做不了主。就1毛钱。真的不行，叔叔。要不然这样，我都给你，你给我卖1半行吗？那不行，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爸爸这么做过。
来。啊，啊，师傅，啊，对对，啊，这么快啊？哎哎哎哎，成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多谢，马上。好了吧？你行，你这招，聪明人办事都这样。你这辈子学不会了。以后出来让他带着正经。哎，哎，好，谢谢您啊，谢了啊。老四，没事了，误会了啊，没事了，咱走吧。这证件你是带着啊。这，哎，哪儿啊？小姑娘，老四。差一毛对吧？对，给我一毛钱。放心，这儿，这个对吧？睡觉去了啊！老四回来了，没办法。要是他继续待在那儿的话，只有两条路：一，饿死；二，再回监狱。他。还想着要报复他原来那帮哥们呢，得亏没动手。这如果要真动了手啊，就还不是进监狱这么简单了。行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你们哥几个也不能用人时候朝前，不用人的时候朝后啊。是啊。不过你们哥仨也没事，别老刺激他。你们不都是当哥哥的吗？那有什么事儿你让着他点儿，能怎么着啊？对不对？没听人说吗？这大牢里放出来的人可生着呢。哼，就看我们哥几个能不能把这生瓜蛋子捂熟了。做梦呢啊！我梦见吧，我坐一电梯，哎呦天哪，那电梯怎么奔山顶去了？山上有一特红特大一太阳，我好像马上就快见着了。你叫我干嘛？你不是让我上去你？下回下啊！下回接着梦，下回就啥呀？下回什么下回啊？行了行了，哎呦！你看，哎呦刺儿啊刺儿啊！你可醒了，你这太能睡了你啊！我这心里想，你可别成植物人了啊！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一睁眼睛，我和大哥没准早没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脑子我感觉我这要犯病了。不是我说你可千万别犯病啊，别再添乱了。来来来，你先下去。不是，行了，你上外边沙发上靠会儿。你醒了，我什么也不说了啊！都给你摆着摆着，这人生不能老糊涂着。行，我睡会儿去。哎呦！哎，哎，那天我拿完他上去，我得删去。
真叫我大哥呀？嗯。不打我了？生我气了？我哪有那么小气啊？眼睛怎么了？红了。你问我怎么了？啊？嗯。哦，睡一觉全忘了。哎，你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，打你干嘛呀？我不打一顿得了。我不会打人，我。你放心啊，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。那你恨我？恨呢？恨铁不成钢，恨你不懂事儿，恨你这十年大牢还没做够，恨你抬手就打我呀！你看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没人管了，知道回家了。我的笑，怎么突然是雨后的阳光？竟然带着奢望，像羽毛一样轻。没有言语能够说明的感情，是一场看不懂却能被感动的电影。时间来不及听一声叹息，世界却盛满笑与泪的记忆。幸福本来就是座迷宫，一路迷失，一路让自己寻找清醒。我要的光说。